把瑞龙发挥一下。我你们的任务就活一把吗？我还有包的大菜了呢。我尽力了，这帮人太猛了，只能说。说句实话，这帮人真的比钻石局人狠吧？钻石局那些人感觉这些。我怎么觉得这帮人可以比比赛的人狠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这帮人完全可以打夺冠。别打我了，哥。在对面吗？人。喷了一下。在哪？死光了吗？死光了。完了。你救下他。我哎，你怎么？楼下还有，楼下。楼下还有吗？哦，这里这里标点，精确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救你。左边右边啊？来这狙就行了。我站脚下。下。哎，我靠！这妈可以打到我头啊！下来。不不不，啊右边。打他捡东西。打了一个。Nice。哇！我这一个，我的后面一个。进来了。喷子没啊？没喷子，这楼真不好攻啊，哥。哎，不攻呗，那些是打 L 楼吧。得攻啊！哎，把窗了吗？他是。对对对，站楼。没事，我说那个游戏厅打的你。二边这边吧，二边。二楼五楼挂上。没有。打到几楼的了？老子下楼。然后隔壁来了一个。外面打一个，我外面来了，那我现实了吗？也能陪，谁小啊？你别尬黑啊！不是你们零零后都已经这种、啊、这种想法了吗？找钱放在第一位啊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！哎！打！哎！哎，算了，下车了。打头了，打头了，一枪一滴血，一滴血，刀都能刀他那种。你队友呢？你队友呢？报个点。被刀了有没有感想，哥们儿？还原一下你的感想。你队友在摩托车，你别骗啊！你骗你真的。啊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真没骗。真没骗啊！哎、我前方，在我前方。我操，拉不过来了，狗一丝血。好，你不要防二楼。好，一滴血是吧？爆头去了。爆不了了。我的 PP 哥已经饥渴难耐了。